我们每天都在吃的盐，不知道你选对了没有？超市里的盐五花八门，质量参差不齐，很多人不知道就很容易选错。这三个指标大家一定要学会看。首先，到底选加碘的还是不加碘的盐？碘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，碘过量过少都会增加我们患甲亢甲减的风险。食盐作为我们每天都要吃的东西，在全世界范围都是首选的补碘载体。除了少数患病人群不能吃碘盐，其他就算沿海人群，其实也很难从食物中摄入足够的碘，所以碘盐还是要吃的。515也马上就是防治碘缺乏病日，不过咱们选碘盐一定要认准像雪天酸钛957这样有食碘盐字样标志的合格碘盐。其次，咱们看一看配料表，配料表里添加的东西越少越好，含有亚铁氰化钾凝结剂的盐劝你不要买。像我们全家都爱吃的雪天酸钛957，生产过程就完全不加蓄凝剂，不加阻垢剂，不加抗凝结剂，纯天然井矿盐，零添加的盐才是健康好盐。最后，年纪偏大或血压偏高的人尽量选择低钠盐，而且咱们无论男女老少其实都应该少吃盐，所以尽量选择雪天酸钛957这种高纯度盐，纯度高达 99.7%， 只要一点点就能提味儿。而且它用的是6500万年前岩石下的井矿盐，真正来源于6500万年前的风味儿，民族品牌雪天盐，千家万户的健康好盐。